你垃圾都没有接的了，你这身份没有超过几条线 ，OK 就不给你，我叫我在这不要拿了，什么都要，如果是儿子钱不要停下去，这 IC 要停下去拿复印了，1000块可以啊，100块也是手机那种嘛，再出去太阳晒多一下，只能拿到100块了，100块不够，100块现在买东西不买不到东西来吃。店有个20块，不知道哪里80块，哪里给他买东西。如果只是一次，就其实不算什么吧，了100块。现在100块的收入也不是说很高。就如果以前的话，就给一个400。对，400多这样子了，我记得是400多那时候，所以现在100的话，我相信很多人看到都觉得才100罢了，这样子而已。啊，现在你那底都没有了。当然没有，这样会被比较更复杂，要手续比较麻烦。一定是麻烦咯，以前有底条吗？现在没有底条吗？你麻烦那样子就几个。够咯，一年100块，100块现在的物品全部都起价了，100块够用什么东西？所以我现在我也没有那也没有申请的，也是什么啦？说这个我是认为很难申请哦，这很少咯，好啊，因为时间上啊，要拿100块要去银行走一走去了，那天做工要休息一天。400块的，现在倒回拿100块的很少。400块是以前的真的。对，是。哦，400到100啦。还是250到300这样咯，要扣到100块。那新政府很乱啊，很多还不知道那个怎样做。